可是观光列车到那112年了，是2月16号。台东火车站哦，6:46出发的时候是407次哦。耶，绿色带的新能机单，本期是台东八大将花东线开往树林，用3000型新能机单。我们先斗腾啊，绿色带新能机单联合。在我们的台东站18站416，拜拜。我的摄影7次，我全部跟妈子们都订到，就跟我们。啊，在这个民宿这边还不错，真的超赞，对吧？哎，看到人家那么漂亮。407，新城机站，现在台东站是。然后远处的今天有蒸汽火车，应该会从那边出来，所以我是等一下刚吃完早餐了，对吧？那这边还有一些报废带。准备拆掉的光华号车厢量，好了，我下面跟妈子们多多点到照片，大哥再见，拜拜。6:47，12月16号，在台东机务段哦，台东火车站外这边拍摄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